各位觀眾，是我們第52週的《猛丁哥》的第二輯播出，這個就是《猛獅潮》。正如我們預告，我們希望分兩日時間去簡單地講一下，即是我個人的意見，即是不要當我是一個學術的權威，就是這個後現代主義和身份政治，或者有些人可以叫做身份認同政治，有些人可以叫做認同政治，我慢慢去解釋。就點解會講呢啲睇落去好似唔拉更嘅題目呢？其實同我哋而家處緊個環境，大家共同關心啲問題係有關係嘅。後現代主義，首先要講咩叫做後現代。嗱，我哋見到咧，啱啱啲人去 Art Basel 或者去睇亞洲當代藝術展啦，咁就有好多藝術同埋雕刻啊，有好多設計咧，好多建築咧，呢啲都係被稱為後現代主義的，那些是另一樣東西。我現在講是政治論述、學術和哲學上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那我們即是一個粗略的了解，有些人這樣分呢，就是說在啟蒙時期之前當歐洲的文化仍然被大一統的基督教，即是那時宗教改革正是方興未艾，就我想新教和舊教爭奪之前，或者是當時的時候，就是大一統的單一的基督教去統治了整個人類的，即是歐洲西方人的思維。那這個呢，就是現代主義之前，或者前現代主義了。去到文藝復興啟蒙時期，再加上那個宗教上的多元，和工業革命前夕，即是有一些政治的大的變化。這些譬如說眾所周知的美國獨立運動、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等等這些東西。咁之前仲有一個差唔多100年前咧，喺英國發生咗一個都好重要嘅歷史嘅分水嶺，呢個叫光榮革命。咁喺呢段期間之後咧，去到浪漫主義出現之後咧，就出現一種叫做現代主義啦。咁而現代主義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就引起一啲思潮嘅混亂啦。然後有法西斯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興起，應該是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和共產主義的國家的成立。跟著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是歐洲大帝國的退卻、殖民主義的瓦解、冷戰，去到60年代中期，法國經歷過一些當時被視為非常之大的思想性衝擊的學生運動，在那段時間興起的一種新的哲學思潮，主要在法國裏面出現的。這個政治和思想的改變，這個就被稱為後現代主義了。裏面的代表人物呢，有 Lyotta 和 Foucault、Derrida。咁而家香港最興最潮嘅咧，就係福柯 Foucault。咁我哋 Michel Foucault 嗱，關於呢啲人究竟代表啲乜嘢咧？其實咧，佢哋唔係個個呢啲思想家咧，都話自己標籤自己做後現代主義嘅 thinker。咁所以呢樣嘢咧，同埋後現代主義冇一個降臨，譬如話我話咩叫社會主義？咁就一個好完整嘅一個論述嘅，後現代主義咧就冇一個太完整嘅論述，咁就係、是、而且咧佢之間有好多分歧嘅，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是、話一啲被稱為知名嘅後現代主義嘅思想家咧，佢哋專門講啲嘢，譬如 Derrida， 佢講啲嘢你又唔知佢講乜嘅，佢係解構，即係不停咁 deconstruct 所有嘅嘢，佢認為人同人嘅對話都冇意思嘅。然後他講一些他十句嘢有九句你不明白，但是我們將他們歸納在一起變成一嚿嘢，這嚿嘢呢其實他對由60年代末期到現在這一刻
對呢、這個產生咗好多社會嘅影響，同埋有好多嘅追隨者。咁佢係直接係孕育咗我哋而家稱為左膠嘅一大堆嘢。呢啲就係譬如話政治正確警察啦，political correctness police 係嘛，或者咧呢、這個係我講嘅 PCP。另一個咧就好多人用嘅就叫做 social justice warriors，社會公義嘅戰士。即係呢啲咧，如果以香港嘅語境啦，一講你就明嘅。呢啲就係一啲大愛包容左膠同埋咧平權分子。嗱，我而家唔係去攻擊或者去詆毀某啲人，而係我覺得呢一種嘅思維同我哋由呢個近10年嘅香港社會運動同埋抗爭咧，中間有個好緊密環環相扣嘅關係，所以我一定要解構成個後現代主義究竟係代表啲乜嘢，同埋佢產生啲咩問題，同埋喺國際上有啲咩影響，同埋去追源溯始咧，揾到佢個 DNA 嘅源頭，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下，等大家都有一個叫做有個啟發同埋知所警惕嘅。咁講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陣。嗱，咁後現代主義咧，譬如話我哋講 Foucault，我又唔建議大家可以睇嘅，但係好似我曾經喺好耐之前，仲係比較年輕嘅時候，我入去大學第一本就睇《資本論》，但係我睇咗差唔多三分一學期，都唔係好知佢講乜嘢。我亦都睇過《黑格爾》，到今時今日我都唔知咩叫做辯證法，我好坦白同你講。即係咩叫做正反合啊？咩叫做對立統一？我到而家都唔知佢係咩叫辯證法。咁但係如果我睇一啲解釋幾何啊、解釋哲學啊，或者邏輯學咧，譬如話你或者一啲譬如羅素啦、Popper 啦、或者我近期比較上中意睇嘅，譬如話 Roger Scruton 啦。佢哋嘅分析有啲唔係一定啱晒嘅，譬如最近我睇緊呢一個即係被視為右膠或者被視為頑固保守而係激進右派嘅加拿大嘅心理學家，即係佢就喺度，亦都係其中一個鞭撻後現代主義嘅一個學者啦。呢、這個就係 Jordan Peterson 啦。佢講嘅嘢我未必同意，但係起碼我明佢講咩，係嘛？我明佢講咩。咁譬如話好似新左理論咧，好似我用咗好多時間睇Louis Althusser，即係我到而家都唔係好知道咩叫意識形態嘅物質性同埋相對自主性。咁我覺得咧，其實唔明咧係啱嘅。如果大家睇過我嘅《炎黃解讀》咧，都知道咧，馬克思所寫嘅嘢咧，到而家包括馬克思本人，如果佢再復活嘅話，佢哋個個都唔明嘅，啊，咁但係當我哋見到而家福柯有咁多追隨者，同埋佢影響一啲佢嘅論述係影響嗰啲抗爭啊，或者社會運動裏邊參與者嘅思維咧，我覺得我應該做一啲少少嘅總結同埋分享。喺我睇完好粗淺嘅理解咧，我係睇到後現代主義咧，其實咧就有佢有以下呢幾個嚴重嘅問題嘅，但係呢一個咧係我個人嘅意見啦嚇，即係我都唔需要再做任何嘅釐清啊，因為其實咁唔通我個人意見，唔通係我導演嘅意見咩？唔通係隔離阿何唔係係阿何師奶嘅意見咯，係咪先？唔係隔離冇何師奶嚇。嗱，第一點咧就係後現代主義嘅論述咧，佢認為咧呢個世界冇一所有嘅道德標準都係相對嘅，即係話，如果你覺得呢樣嘢啱咧，就你覺得佢啱嘅啫。你覺得呢樣嘢係黑色咧，係你覺得佢黑色嘅，佢可能覺得白色嘅。覺得黑色同覺得白色咧，都唔係啱或者唔係錯嘅。而所有嘢都係屬於一種論述 narrative 啊。第二點咧，就係佢哋認為，即係浪漫主義運動之後所引起嘅啟蒙運動咧。啟蒙運動，譬如我眾所周知，Thomas Paine 啦、Jefferson 啦，或者呢個 Madison 啦，
但係佢哋之前或者差唔再早一段時間嘅約翰洛克啦、John Locke 啦，佢哋嗰啲咁嘅所謂睇嗰個法治啦、人權啦，同埋個人嘅權利啦，限制呢個政府嘅角色啦，一啲自由主義嘅誕生嘅早期嘅呢啲咁嘅思想家，例如 John Stuart Mill 啦，佢認為呢啲咁嘅人咧，成個啟蒙運動都係一個失敗嘅運動，佢哋裏邊爭取嗰啲自由民主啊、人權嗰啲概念咧，係冇意義嘅，即係自由民主、人權呢啲概念全部都係冇意義嘅。呢啲咧喺呢個後現代、後工業社會咧嘅資本主義世界裏邊咧，只不過係為嗰啲當權者係塗脂抹粉，去蒙騙人民，以便嗰啲掌握權力嘅人係更加容易咁去剝削同埋壓榨奴役嗰啲人民。呢個第二點，第三點咧，佢哋認為呢個人際關係啊，社會嘅人際關係咧，係所有嘅人同人嘅關係同埋啲結構咧，都係還原為一對一對嘅咩關係咧？一 pair 一 pair 一對一對嘅壓迫者 oppressor 同埋被壓迫者 oppressed 啊，或者嗰啲受害人啲 victims 之間嘅關係，即係話咧譬如話夫婦咁樣。男人咧就父權社會裏邊壓迫者，個女人咧係個受害者。譬如話僱主同僱員係勞資關係咁一個壓迫一個。先生同學生，總之佢所有嘅警察同埋市民，佢所有嘅人同人之間關係咧，係只係一種咁樣嘅一對嘅關係，就係壓迫者同被壓迫者嘅關係。佢係冇第二種關係嘅。咁啊，第四點咧，由此引申咧。他認為這個最大的人現代社會的人類社會裏面最大的 ultimate 的壓迫者呢，就是父權社會裏面的白人男人，父權社會裏面的白人男人、所以他們認為呢，有一種叫做白人的特權的存在 White privilege。 這件事我不是說他不存在，我亦都同意，唔係同意，呢個 factually 咧係曾經存在過。但係如果將所有嘢係歸納還原，或者用 call and call 還原咧，將佢變成簡化為一對一對嘅咁樣關係，而簡化為成個都係一個白人嘅父權社會嘅威權去壓榨其他嗰啲 the other people 咧，呢樣嘢本身係有一個問題。第五點咧，就是他會產生同埋虛擬去 fabricate， 用我自己嘅用嘅詞語，就係 fabricate 咗好多社會階層，即係啲 categories， 即係譬如話你可以係少數族裔啦、LGBT 啦、同埋呢個跨性別人士啦，咁佢就會製造咗一啲 minorities 出嚟。而那些 minorities 呢都是被壓榨、被壓迫的，我下面再講。咁下一個呢，就是話呢，上述呢啲咁嘅關係呢，涵蓋咗整個人類社會嘅人同人之間關係，同埋唔同嘅單位，同埋唔同嘅單位之間嘅關係。所以佢哋睇成啲社會抗爭同運動呢，係唔係話對嗰啲downtrodden 嘅被侮辱嘅被踐踏嘅人嘅一種嘅 compassion 嘅一種嘅悲天憫人，而係反過嚟咧，佢哋係對嗰啲即係有特權嘅或者處喺一個優越嘅地位嘅人咧，係充滿一啲妒忌心啦，同埋仇恨。即係佢嘅強調，佢個 emphasis 咧係喺仇恨，而唔係喺愛嘅，即係。他們會用很多詞語，就說哎呀那些人很慘啊，那些被壓迫啊，那些少數族裔啊，或者弱勢社群啊，少數族群啊，他們很可憐啊，我們要同情啊。但你發覺他那個行動和主張呢，其實是會攻擊那些即是幸運的人，攻擊那些處在優越地位的人，而是仇視那些人，而是多過遠遠是多過去同情那些不幸的人。咁咧，跟住最後再下一點咧，就係話咧，佢會不斷咁樣製造一啲新嘅鬥爭。但係佢最好笑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佢認為你一個人係
係屬於嗰個被壓迫嘅受害者咧，或者你係屬於一個 minority， 屬於一個少數社群弱勢咧，佢唔會徵求你同意。佢走過嚟見到你係一個女性嘅有色人種，或者南亞人，或者係即係基督教以外，譬如你係伊斯蘭教嘅南亞人，而生活喺一個歐美嘅社會裏邊咧，佢就會走過嚟同嗰位女仔講，佢話你係一個被壓迫嘅弱勢社群，我而家要幫你。如果嗰個人話我唔覺得我係喎，佢唔會聽你講，即係佢有一種嘅霸權嘅思想嘅，佢就係佢講嘅嘢就一定啱嘅，佢唔會同你去即意思即係話佢走去救嗰個人咧，如果嗰個人係唔需要佢救咧，係唔需要佢救咧，佢都唔理嘅。佢話我而家要救你，我覺得你係俾人害。如果你話我唔係咁諗啊，佢話你嘅思想已經俾人奴化咗啦，你已經異化咗，你已經產生另一樣嘢，你唔知道自己諗緊乜嘢，我先知你諗乜嘢。好啦，咁講到呢一度啦，我哋再休息一陣。咁啊，翻嚟我哋繼續講咧，就話點解會產生嗱？你頭先我講嘅嘢咧，係我用咗一啲時間做一個整理，同埋做咗少少嘅 research， 係將佢哋論述，將其他人對佢嘅批評，同埋將佢提出嗰啲意見解，同埋社會上一啲代表咗後現代主義嘅一啲社會行動家，我將佢歸納係咁樣。咁大家聽完之後，你覺得呢啲嘢咧係即係好無厘頭，或者係啊冇錯啦。這個呢個我自己客觀睇法咧，即、就、係、是、我嘅認識咧，就話呢啲好似係好 erroneous 即係話係充滿一啲誤點同埋走火啦，同埋誤判啦，同埋係我唔係呢個，我有一個分析，那個分析咧就唔係話佢嘅出發點係唔道德，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係覺得自己道德嘅，不過利用咗客觀社會嘅影響。同埋佢嘅言行之間嘅比較咧，發覺佢有好多自相矛盾嘅地方咧。呢、這個自相矛盾即係話產生一啲 contradiction 或者 inconsistencies， 即係當你有一個論述佢本身有自相矛盾嘅時候，即係譬如話我舉個例，佢話譬如馬克思主義嘅理論就話革命嘅目的就係解放生產力，即係一個先進嘅一個落後嘅生產關係就會窒息咗生產力嘅發展。當你產生一個先進的增長關係，那個經濟的發展呢就會急速地前進了，那個生產力呢就會解放了出來，於是它就充滿效率。我們看到由1917年這個俄國十月革命到現在，其實不是到蘇聯解體，應該說我們看到呢這個計劃經濟或者這個馬克思主義 的一個經濟理論呢，其實令到生產力是窒息了，令到那個社會的發展停滯，令到個經濟發展停滯，即實際上原來他所講的矛盾是自己是互相不可以自己證明到自己對，反之是證明到自己錯。當然你有些人但當時在這個經濟急速增長裏面有很多特殊因素，就是在50年代赫魯曉夫是蘇聯的領導人的時候，他就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就可以埋葬你資本主義，我們第一個發展了人造衛星，我們又有輕彈又有核彈，你什麼都沒有，是不是？或者你有那些跟我們差不多，我們在那個軍備競賽都不輸給你。即是在那個情況呢，他其實呢那個馬克思主義者呢或者馬列主義者呢，他是用自己的行動去證明自己對的。他說因為我們現在蘇聯或者我們蘇聯陣營的國家，我們經濟是比你優越，你有很多經濟危機解決不到。到他失敗了，第二啲馬克思主義就話：，蘇聯嗰啲係個別例子，即係佢一個滑波嘅，不停咁滑波嘅，即係所有自己嘅失敗都可以解釋到。正如我《炎黃解》讀本書講過啦，馬克思所做嘅預言，即係喺19世紀末期咧，全部都錯曬嘅，即係事後證明咧冇一樣嘢係依據佢嘅指示而發生嘅。咁但係到而家馬克思主義者咧都認為呢個係科學嘅理論，所以呢樣嘢咧就係一種宗教嘅信仰咧，你好難係去說服他去改變他的初衷，即使在大論的事實面前都不行的。所以我就說呢，你看到呢就說我不要理他那個出發點的道德呢是不是一種出乎一種就是說用善意，就是正如我們有一句名言呢就說通往地獄之路呢是由善意築成的，是不是？就是由
馬克思主義去到而家後現代主義，佢出發點都係可能良好，或者冇出發點嘅，因為佢所認為所有都係論述嚟噶嘛，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嘛。咁但係點都好咧，我哋係見到咧，頭先我哋見到嗰幾點咧，佢中間有好多 inconsistencies 係不能夠銜接、不能自圓其説嘅。咁但係如果要講嗱，我哋而家講佢嘅源頭啦，好似頭先我哋講過嘅第六點啦。即係社會嘅唔同嘅 categories 之間嘅關係咧，就係、是、權力嘅爭奪同埋地位支配地位嗰個支配地位嘅鬥，即係爭取嗰個支配地位，爭取個話事權、爭權嘅鬥爭，係嘛？即係如果你睇到咧，就話馬克思由1848年開始咧，就話人類嘅歷史就係階級鬥爭嘅歷史，就係、是、我哋最後咧，即係馬克思咧係將佢簡化咗，認為去到19世紀中期咧，只係剩翻兩個階級啦。呢個係最後嘅鬥爭啦，即係好似國際哥所講，就係呢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鬥爭。無產級贏咗，對資產階級專政，然後消滅咗資產階級，咁跟住就會冇階級，跟住國家就會衰亡啦。咁而呢、这個頭先講嘅第六點咧，後現代主義嘅論述裏邊咧，呢樣嘢咧係差唔多係照搬馬克思，就話所有嘅唔同嘅 categories， 佢唔係叫階級啦，佢唔係淨係爭取嗰個經濟嘅話語權。或者生產資料嘅控制，而係爭取呢個社會嘅權，即係包括意識形態上嘅權啦，包括文化上嘅權啦，係嘛？包括政治啊、管治嘅權啦、話語權啦，咁呢一樣嘢咧，佢認為所有嘢都係我同你之間爭奪，即係話如果男人同女人嘅關係咧，就係呢個父權、威權、白人呢個作為代表去嗰啲有色人種、性小眾。女性或者少數族裔，即係咁樣對立嘅，即係如果唔係我打贏你，就你打贏我。呢一個咧就係佢嗰個簡化咧，就係同馬克思主義好相似。咁如果我哋睇到好多研究咧，我哋要睇下背景。其實後現代主義係一個後來加上嘅名稱，呢一啲人咧根本就係20世紀左派理論。馬克思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裏面去到50、60年代，當蘇聯出現好多問題，然後慢慢失去咗嗰個市場嘅時候咧，尤其是去到60年代初期一個混亂嘅時期咧，嗰啲即係原本嘅新左理論咧就已經唔能夠取悦啲年輕人啦，於是用後代現代主義嘅包裝咧，就係將呢個馬克思主義咧係借屍還民。講到呢度休息一陣。咁我翻嚟繼續講咧，就係喺法國喺60年代，由譬如話我哋頭先講嘅 Derrida、Foucault 呢啲人去帶動。咁60年代嘅法國係一個咩環境咧？我哋睇翻咧就係話喺呢個戰後啊，老牌嘅殖民主義帝國全部都敗退。咁我哋睇過越南戰爭，我哋都知道法國喺印支半島咧。是大敗即是夾住尾巴走，咁跟住去到蘇伊士運河事件咧，法國又再輸一仗。咁當時法國嘅思想好混亂，而係一個好保守嘅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民族英雄咧，大高樂將軍咧就成為呢個60年代嘅法國嘅一個不倒翁嘅政治上嘅。成為總統咧，成為一個當權者。咁而法國嗰啲學生運動咧，就風起雲湧咧，係反建制同埋帶動一種反叛。同一個時間咧，美國係喺個反戰、反越戰嘅高潮，同埋嬉皮士運動嘅興起。即係嗰啲所謂戰後嘅嬰兒潮嘅一代咧，係質疑以前嘅人嘅權威同價值嘅。喺咁嘅環境之下，係產生呢個後現代主義嗰種風魔一時。同一個時間咧。在中國在1966年咧，喺中國大陸咧，係毛澤東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號召啲青年學生咧由下而上咁樣衝擊共產黨自己的建制。咁當時咧就係寧左勿右，對於一些20歲以下的青年人咧，反叛是一種時尚。我哋睇翻。我哋而家係變咗係一個資本主義，我講錯啊，保守主義嘅旗手，
即係我喺節目度介紹過嘅 Roger Scruton， 佢嘅嗰種覺醒啊，佢個人嘅覺醒咧，就係60年代嘅巴黎。因為根據佢自己嘅回憶咧，佢見到呢班毛根呢一代反叛呢一代虛無嘅呢一代為反而反呢一代。嗱，我而家唔係話反對抗爭，我自己都係好積極參與一啲社會運動同抗爭。我只係講60年代尾嘅歐洲嘅學生運動咧，有好多咧都係喺咁樣嘅環境之下提出咗問號，要衝擊咗現行嘅制度，但係佢唔知道揾啲咩代替佢。當時 Scruton 在巴黎的想法就話：依人究竟反乜嘢啫？佢哋話嗰啲資產階級點樣去異化個社會，或者大資本家點樣冇人性？但係佢哋係生於一個休閒階層或者係中產階級嘅上層，佢哋係食飽無憂米。但係真正見到啲勞苦大眾嘅時候咧，佢哋係唔會 connect with 啲勞苦大眾嘅，即係佢唔會走去揸巴士啦、掃垃圾啦，佢只不過係匿埋隊草啦、唱歌啦，然後喺度抗爭抗爭咁。即係我覺得嗰樣嘢，佢會質疑懷疑，打倒曬所有嘢。你睇先頭先我所論述咧，佢係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噶嘛。所有嘢都係論述，冇一樣嘢係啱嘅，將以前嘅全部推冧曬。但係佢哋係唔會拎一樣嘢嚟代替呢樣嘢，亦都唔會建立一樣嘢，亦都唔會去整理好自己嗰個 household 嘅，即係話連自己間房都唔會執好啲。係，即係應該係用兩個字嚟形容。第一係好 hea， 第二係好頹。好啦，講到呢度咧，其實咧星期四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喺星期六繼續講呢個話題。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夠啦，下次星期六再見，記得繼續聽我哋嘅下集，拜拜。